美国通过适用于主权国家的所谓外国军事融资计划，向中国台湾地区提供武器，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，特别是817公报的规定，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，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，危害台海和平稳定，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，中方对此强烈不满，坚决反对。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，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。我们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，停止借任何名义以任何方式加强美台军事联系和武装台湾，停止制造台海局势紧张因素，停止纵容支持台独分裂势力以武谋独。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、坚定意志、强大能力。